来来，鸟子，你给我过来！用了你给我挑这个破杆，我打球打不过。不好意思，杆过保了，退不了。过保了咋了？这垃圾杆还不让退了？把你老板找来去。这样，我用你的球杆跟你打一局，你要是赢了的话，我球退返。你用我的，我用啥呀？我这支杆你随便用。认赌服输，球杆我给你退了。不用，我看这根就挺好，直接换了吧。你原来这支460，再贴12000就够了。啊，12000啊！我觉得我原来那根也挺好使。欢迎下次光临啊！